前方是鹤谷镇钟楼。来到热力追踪，这里的规则很简单，参加比赛提升热度，成为热力公敌后成功撤离就能获胜。不过追击队可不会让你轻易离开，队友开始跟随你。强化改装件，
们怎么赶来，你觉得呢？Thank you.
新 ECU， 它能让你的赛车大幅增强。比赛结束也不要大意，追击队在搜索你呢，留意看地图，找地方躲起来。全体队员请注意，有未知车手仍然活跃在热湾街头，请保持搜索。正在被追击，实时位置同步中。特警队一队上阵，准备投中。怎么回事？我子能源终于来了！就不信这臭小子还能跑掉？中心区的龙卷风警报已生效。
来说，你这次的表现很不错，现在可以撤离了，得逃出去才能获得奖励。没有人，我只热弯，没有任何人能打败你。